巧，我就感觉这两天有什么大事儿发生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你这么优秀，怎么会只是被转正呢？怎么也得做个店长吧？我怕我经验不够。哎呀，你不是有个最好的闺蜜在这儿吗？别担心。这天有点热呀，我给你倒杯水吧，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欢迎光。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我知道你欠楚家2000万，这2000万我给你。你拿了钱就离开楚飞远吧。这些是谁告诉我的？你跟楚飞远的婚姻根本就是为了钱而已。那既然这样，你拿钱，我要人。我们各取所需。听说你弟弟还需要高额的住院费，我再给你100。